我每日困喺屋企都好颓，之后就换到校服落街扮翻学。我明 ，today 一开始就俾阿爸嘈醒咗，美股跌咗3000点话救唔翻，阿妈话家姐喺英国冇机位翻香港，话英国放任政策等于自杀，阿公。去隔離營瞓咗3次咁多，佢話免費食住仲有好多嘢攞，有人陪佢到，好過喺屋企俾人當係草。200蚊日都會再去過，多咗人出街，好似唔怕戴，戴口罩落街，突然諗起林士拉，依家蒙住面，大讚 CSI， 見到建制派變曬，我有口罩派，你咪出街。咪就喂 fly， 埃及200得都要 say goodbye， 之后 realize 病毒跑得快，几个礼拜传遍全世界。